大家好，我是彭燕。此刻我在上海和大家一起一样经历这个特殊的时期，感谢所有坚守这座城市的医护人员和志愿者。遵守防疫的规定，配合各位的工作，是我们对上海最大的支持。希望大家注意防护，在家的日子也可以找事情充实自己。我相信比病毒传播的更快的是爱和希望，让我们一起为上海加油。众志成城，用心守护。